我们不坐车走吗？就前面贼拉近的，你开什么摩托车？像你这种老叔叔怎么会懂骑摩托车乐趣呢？你聒噪，你聒噪死！你不要跟我叨叨叨，好烦人！我没跟你叨叨叨，我不想听你讲话，我跟我闭嘴，好聒噪，我跟我闭嘴。 我跟我媳妇叨叨，我跟我媳妇叨叨，这两个人，我带你们俩太出来了，你知道吗？就这儿，把这两边贴上那种大红的那种字帖，拉一个那种大红灯笼。这东西太多，我们找个前面。他们这一夜之间拉不进来，拉不完，肯定拉不完啊。对，而且没地儿放。 这地方我还是作为备选方案吧。如果明天下，如果明天两点到三点雨还没有停，我们就全部移过来。来不及，你一定是从早上你就要决定在哪里。哎，或者那儿呢？看看那一片，那片也不遮雨啊。怎么不遮雨了呀？这跟那儿一样的呀，还挺好的这个。你就弄一下，其实。这里还可以有演出。对啊，挺好。我知道了，咱们回客栈吧。什么？我知道了，咱们回客栈吧。 你不看了，为啥？因为这边没有那边好。但你那边要改动的东西很多。这边可以直接在这里演出了，我们稍微除一点杂草啊啥的。我觉得这个更好。你就像一个展览区一样，可以在这里演出，摆一排，哇哦！我感觉我们说了什么，磊磊自己他自己心里有数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就我们说了白说，然后不，还是要在黄河边。对，就是我们还是要在黄河边。好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咱俩都是等于。 浪费了时间，我还是一切我按照那边去布置。我觉得这里布置出来会非常，就是像一个艺术展览一样，会非常好。